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Bartis，是 DJ 第三任 Jason。要的每逢星期四的 DJ 的五分钟怪诞 news，让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更新吧。那首先，新暴爵降临，那明天晚上8点直播，不见不散。第二是一个剧场版的感谢抽蛋，每天一次，连续3天实抽哦，可以抽中限定，且一定会出一只六星了。但是需要石头的。然后第三，第十天回的降临，降临时间为7月3号的晚上8点到10点，当天晚上一样会直播的哦。那第四，我们的新系列，我先第一只真田昌幸，反射炮击型被动扫雷 M，反风友情继承二，技能是哑人杀手。大招是16+8回合加速加攻，而且然后开弱点，然后新技能超强电击，富有情扩大爆破弹。然后第二支是岛津义弘，反射力量型备用超反风反击杀手 L，技能反减速 B，然后异常状态回复。大招是8+8回合的变贯通，然后自身解异常状态，然后加速加攻。友情技能狙击机关枪，富友情超绝爆炸。那这是真义达阵中的四证啦，大家如果没过的话可以抽一下。然后第三只大谷吉继，贯通平衡型被动扫雷 L 魔法阵增幅主停雷射，大招是16+8回合的触碰最初墙壁设置加速墙。友情技能超强闪裂弹，富友情超强爆炸。然后这边是急救急以及五星限定。然后这次有一个 bingo 任务，奖励呢会有送急救急，然后帮大家集运的。然后是美烈的奖励。这只新角色呢会代替小空出现，就是那个 extra 关卡。然后第五，杨戬受神话，贯通平衡型被动超扫雷反伤，武士杀手 M，大招是16+8回合的乱打回复，友情技能反射交叉雷射 EL，富友情超强次元斩，就是打第二域没了。下次 news 呢会在7月3号星期五播出哦，大家留意一下。这就是6月25号关的 news 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全字幕影片，记得按个订阅和喜欢。那么下一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